我们这次的任务会友，是我们摆设这个擂台最大的目的。只要有人能够击败我的二弟，除了可以得到这面锦旗以外，还可以领取这么多的现代羊，请大家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。 已经连胜好几场了，这一仗就让给他们吧。嗯，是。啊！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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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Meet come.什么脸见人？哎呀，你先别着急呀、啊，慢慢的养好了伤，以后再想办法。有什么办法？夺命八腿，我们一辈子也破不了。嗯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只有两个步骤：第一，你马上到韩国去学跆拳。 融合自己的武功，就不怕破不了他的夺命八腿。第二，我们再用重金收买项云华，做我们的武术教练，不跟我们作对，这不就行了吗？万一他不肯呢？嗯，哼，再刁他。对，啊，要不择手段，也要把他给解决了，要不然就没法向大帅交代啊。 怎么，大帅已经知道了？不仅知道，而且还很生气。啊，他说北洋军阀的武术教练竟然打不过民间的武师，哼，丢人现眼，叫我干脆把教练馆给解散了。这，副馆长，你就没这么好的享受了？那你要多帮忙啊！我已经想好了办法。哦。 鬼鬼祟祟的干什么？我有事要跟你商量。什么事？陈馆长希望向兄做我们的教练。我天生穷命，没福气做官。呸！ 什么事？你们打架？我，你先说。他青天白日想强奸那个姑娘。是啊。好。
你的胆子也太大了，我不需要辩白，你可以问他。我是钱家赵家的媳妇儿，因为我母亲病了，所以我想回去看看，没想到在路上碰到这个坏人。你哎，让他说完。 他调戏我，他侮辱我，把我身上衣服都撕成那个样子。要不是这两位先生路过救我，我就没脸活下去了。原来你们弄好了圈套，想陷害我。靠起来，是。 是非黑白，你应该先弄清楚。把他们都铐起来，带回去再说。是。把手伸出来。快点。朋友，公事公办，这是规矩。 Yeah.
大帅听说姓项的被解决了，非常的高兴。哦，他说，北洋军是不会打败的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对，以后我们一定努力练功。哎，副馆长，以后在大帅那儿还要多栽培啊。哎，自己人何必客气？哎，少说话，多喝酒啊。哎，干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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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副馆长，多喝一杯吧。好好好。站住！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小军。 来，再来。
楼上有枪声，会不会出事啊？嗯，小娟是个女的，副官长对不对啊？来来来，喝酒喝酒啊！哎呀，来来来，喝，来来来喝，来来来，你这个魔鬼，你杀了我吧！ 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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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宝贝儿，好。姐姐。姐姐，啊，你为什么叹气啊？哥哥死了，我有心继承他的绝学，可是女人的体力跟男人不同，很难成功，那怎么办呢？我想找一个天赋好、有毅力的人，教会他夺命拔腿。不过很难找到这样合适的人才。老天爷不会辜负有心的人，总有一天会找到的。卖橘子，卖橘子，又甜又大个的橘子，橘子，卖橘子，哎，卖橘子，好，来来，哎，好，谢谢。橘子啊！啊！哎，站住！啊！哎，来，橘子吃！哎，哎，来，哎，来，哎，哎，好，好，不错。嗯，个儿真大啊！哎，嗯，甜的。啊，喂的不错啊！哎哎哎，下一个，来来来来来，好，哎哎哎，吃什么？吃，是是，嗯嗯嗯，哎哎哎哎，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，嗯，你们要干什么？哎，跟你聊聊啊！没空。啊，这橘子送给你吃啊！恶心。我呀，最喜欢这种刁劲儿。嗯。啊。恶心。没空。你敢打我？哼，吃肉。男子汉大丈夫，跟女人动手，这不算是英雄。
你是哪条道上的？我，哼，黑白两道，谁不知道我叫三毛啊？你妈的，我揍你！君子动口，小人才动手啊！啊，他奶奶的！慢着，你真要打架是不是？对了，好，瞧瞧。翁哎，是我的事，小帕是你的事啊。好，好，好来。当就会接杯酒了哈，好，来。姐姐，姐姐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啊？我发现一个天赋好的人。刚才我出去买东西，路过村庄，碰见。哎，我得过来一趟。快点，快点！你二位下来啊！伙计，伙计，哎哎，伙计，快点！哎，快点！来，干什么？想打架是不是？不错，怎么样？到外边去。走。
Schwein. Knick, knack, Köpfchen ab.你找死！打赌输了，只好认命。谈谈，你是女的，我是男的，没什么好谈。哎，有话快说。你不是本地人吧？算你猜对了，我是一个到处流浪的吊儿郎。哦，那么你是做什么行业的呢？我们无行也无业。哦，那你靠什么生活呢？做做临时工，凭力气混饭吃。哎呦，瓦亚西亚，你的身手很不错。从小练国术，当然错不了。花拳绣腿，只能骗骗外行。什么？你小看我？哎，不是我小看你，我想教你练练真功夫。你想当我老师？你赶快去看医生，他发高烧，说胡话。别以为你会打架，在我的眼里。不看你是女的，我先揍你一顿。打个赌，试试看。哎，哎呀，从南到北，你打架已经记不清次数了，就是没有跟女人动过手。你是女的，我是男的，没什么好谈。你从今以后跟着我练武，要是我输了，给我兄弟做媳妇儿。去你的！你输了，请你离开，不要缠着我。好。
哟，真有两手。阴沟里翻船，算我倒霉。师傅，哎，不不不，我们平辈论交。腿力不够，马步不稳，还需要再练。夺命八腿，你已经练成了五腿，希望你以后继续的苦练。哎，一天到晚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练武，实在乏味。吃着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我不想做什么人上人，打赌输了，只好认命。魏武，回去换衣服，今天我陪你出去玩。嗯。哎，走啊，走嘛。想什么？我在想，你要我练武，为了什么？你一定要知道，军阀可恨，他们到处横行，老百姓受尽了痛苦和欺凌。我希望你能够练成夺命八腿，使他不至于因为我哥哥去世而失传。更希望你由于练功习武，锻炼成坚强的体魄和意志，等待机会参加革命的行列。打倒军阀，来救国救民。我们刁舅囊最爱国家，我一定不辜负你的期望。谁？哎呀，希望哎，我路好为意啊。这么晚了，你来干什么？我们很久没有在一起了，我挺惦记你的。所以我想请你一块儿去喝酒啊！哎，我已经戒酒了。哎，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嘛。好吧，明天中午我们酒楼见。哎，来，贾静。两位，一边上座。来啊！三毛，最近好吧？嗯。你那个师傅啊，真够意思，他每个月都叫翠莲送钱给我花，不愁吃也不愁穿。
就是喝酒的时候没有你做伴儿。三毛，酒少喝点，把钱存起来，将来好娶个好媳妇儿。什么？娶媳妇儿？我看等下一辈子吧。好，假酒，来来来来来，嗯嗯。哎，你吃好了，来，假酒假酒，谢谢谢谢。来里边坐，大爷，您楼上请。哎，我来桌上好的酒菜。啊，是是是。就有经验。你刚才所用的招式是不是夺命拔腿？不错。你是向云华的什么人？继承人。饭桶。饭桶。你们这些个饭桶，如果给大帅知道了，我这个武术教练馆非关门不可。馆长，这不能怪我们，没想到那小子是向云华的徒弟。向云华早死了啊，哪儿来的徒弟啊？他使的是夺命八腿，一点不假。哦，嗯，你看他的功夫怎么样？火候不够，比向云华还差一点。赶快写信把二弟叫回来。黑三儿，一年没见，你他妈的心眼更多了。我是想试试你的功夫进步了没有？怎么样？没给你失望吧？好。大哥呢？在后边客厅里。我给你的信你收到了没有？接到信我就赶着回来，而且还请了同门的师兄来帮助我们。他们也是跟我一样去韩国学跆拳的中国人。二位请喝茶。好，请请。
你信上所说的那个姓何的住在哪里？我想会一会他的夺命八腿。我也不知道，我有办法找到他。哦，姓何的有一个结拜兄弟叫三毛，每天在外面闲逛，我们派人把他抓来，不怕姓何的不露面。哎，嗯，好办法。进步的真快，姐姐，姐姐，不好了，三毛被武术教练馆的人抓起来了。啊！威武，你不能够去啊！三毛是我结拜的兄弟，我知道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这件事有从长计议的必要。计议到什么时候？你不要冲动。我不去救他，谁会去救他？我们先周密地策划一下。你一个人来的？哎，他们这里人多啊，必要的时候你先走。哎，我怎么可以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？你走了我就没有顾虑啊，比较容易脱身。走啊！啊！哎呀！够义气，居然一个人敢来。可惜年轻轻的就要去见阎罗王，要比划我可以奉陪，不过先把我朋友放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小杨在，告诉外边的人放他走。是。哎，走。哦，路走吧。走啊。姓何的，该动手了吧？好。Thank you.
我还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，原来夺命拔腿还没有全学会啊。哎，别管我学会了没有，今天我们不死不散。好啊。你姐姐呢？在客厅里。哦。魏武跟你怎么说？他说我走了，他就没有顾虑了，他可以想办法脱身了。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吧。啊、哦。那怎么办呢？等到天亮。如果他还不回来，拼了命我也要去救他。兄弟，哎，你是向云华的妹妹。嗯，不错。夺命八腿，他只学会了五腿。我虽然胜了他，我并不觉得光荣，所以我把他送回来交给你。哎，希望他伤好了之后，你要好好的教他学会夺命八腿。这面锦旗该交还我了吧？公平决斗，凭真本事拿回去。现在？三个月以后。哦。我会通知你时间和地点。是何为武还是你？到时候你就会知道。
刚刚好，你要到哪儿去啊？我要离开这儿，不要再练武。为什么？为了我自己生命的安全。你去死呢？我还年轻，不想找死。只要你能练成夺命八腿，就可以把他打败。就是你哥哥复活了，也打不过陈顺昌。你不该气馁。我不是气馁，我是识时务。你太使我失望了。我要活下去。没出息。要不要定个日子再较量一下呢？我现在不再练武，也不打架。嗯，是真的吗？我可以发誓。你跪下来，我才相信呢。来，半斤。哎，好，来。怎么，你不跪下？跪下！跪下！威武，威武，起来呀！起来呀！哎，爬上去，爬呀！威武，你们俩绑腿，起来，起来！向世敏竟敢叫你来向我们挑战。他叫我来告诉你们先准备棺材，免得临时买没有货。嗯，他妈的，你想找死啊？你懂不懂的规矩啊？两国交兵不伤来使。拿来，去去去去去去。来，喝点吧，喝酒。来，对，干杯。哎，一个女人，再有功夫，绝对强不过你弟弟，你何必愁眉苦脸呢？来，喝酒。嗯。就因为她是女人，所以我才担忧啊。你要知道，女人、小孩、和尚，都是练武的人不敢轻视的。万一明天二弟失败了，大帅那儿怎么交代啊？你放心好了，由我来出面把他解决掉。哦哦，
谢谢谢谢，来来来来。今天的比武跟以前不同，只许你一个人过河。哦，好，姐姐。
上一次见面更没了，哼！干脆别打了，你嫁给我做媳妇得了。无耻！难怪你敢跟我挑战。 假装懦弱怕死，是要使陈顺章自傲自大，对我不再防备。其实，我每天都在日夜苦练，而且有了独创心得。是真的，真的，这一切都是为了今天。三毛，我们照他的话去做。
你想干什么？过去看比武。妈的，你找死！喂，哎，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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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也不过如此，不见得。你来干什么？我要代表所有不愿意受军阀奴隶的老百姓，跟你做生死的决斗。好啊，那么我们就换换方式，到架子上去玩玩。
去报警啊！北洋军马上就来了。这一次的死伤很重，他们不会饶过你们的。离开这不自由的地方，我们去参加革命的行列。对，打倒军阀，救国救民。我也跟你们一块儿去啊！我也要去。好，好，好。